正念静观，心灵疗愈，祈愿先人一路光明，以正念协助他升天啦。我哋嘅目的系集合众多家人朋友元气嘅力量，与先人接通血脉嘅天地线，用慈爱嘅心协助佢哋登上西方极乐世界。天国又好，天堂都好啦，都可以嘅。如果你近日有诸事不顺、疾疫病苦，又心水不宁嘅话，好可能阁下需要重新再调整一下你的家山啊，试下帮助祖先解脱咗嗰件心事啦，后人自然就可以得到福荫，自在咁样做好当下每一件事，享受更幸福嘅生活啦。地藏经有云：帮家人做福德嘅事，七分自己收，三分先至系先人接收噶。既然是利人又利己的事，我们一定一定要处理好它，等我们往生的家人朋友得到释怀和解，放下自在，那就你 OK 我 OK 了。大家跟着金仔教你的方法吧，一步一步地做下去，你一定得的。正所谓送人鲜花，手留余香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记得要善心分享，还有点击右下角红色订阅的按钮，按埋个小铃铛，点选全部，你就可以收看我幸福工作室制作每一条片的了，一定有一款啱你的。